幺九，你明年就要高考嘞。嗯，对呀。那你试试看，你要考嘛学校？哎，我不清楚啊。那我跟你讲，你考浙大好嘞。哎，浙大确实挺好，但我听说浙大的很多男生只能打光棍啊。我这么帅，到了那边岂不是可惜？切，我这么帅的人都想去浙大，我天天圆网发片攒 RP 还是考不上。不过我看好你哦。哈、啊，你看你现在在老河山职业技术学校不是挺好，人又这么帅，肯定有很多屁屁妹妹来追你，不比浙大差呀。学长你哎，我也很无奈啊。我完全明白了，我就算卖猪肉，我也一定要考上浙大。怀抱着这样一个梦想，卖了10年的猪肉，直到有一天。你以为你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没有用的，你是那么优秀的学生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就好像菜场里的猪肉一样，那么诱人，那么出众。你那犀利的目光，凌厉的口齿，神乎其技的刀法，还有那装满格令圈的奥赛奖杯，都深深地出卖了你。但是你都复读10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不能所有的志愿都报浙江大学吧，太冒险了。以你的智慧，我是没法向你解释了，地球太危险了，你还是早点回火星去吧。就没有更好的大学了吗？我知道啊，够好的话我早就报了。最近猪肉又涨价了，这里有点猪肉，你拿去补补脑子啊，以后再贵啊你就吃不到肉了。 No， 拿着啊，下次变聪明点。你有种，我定你个飞！没有肉吃的时候啊，记得来浙大找我啊！找你个头啊！哎呦，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肉这么贵的都不要吃，那义务。平生不做浙大男，10年的寒窗也枉然。幺九。文熙，我希望你叫我全名达文熙。没问题，文熙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文熙。告诉你好消息，浙大录取你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等了10年，我终于等到了。很快就开学了，首先要去电气学院报到。老师，那个我是来报道的。废话少说，跟我来。进了浙大电器，一定得选最难的课，找最变态的老师，考就考满绩点，寝室不准玩电脑，每天复习时间最少也得24小时，什么三国啊、DOTA 啊、实况啊，能删的全给他删了。浙大开的课程你全都给我修了，要是没500个学分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你是电器的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儿，学霸。这是校规目录，很少啦，待会默写出来。电器学院的课程果然高深莫测，尤其是电机学，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，但是不管什么困难，都阻挡不了求知的欲望。
现在才到 A4 纸啊？字这么大，没前途。那你看我了，六号字体，牛逼啊你！多谢。我这么说不是吹牛逼，我真的实话实说，今天我就算没有 A4 纸，照样一定肯定拿到满级点，要不然我就一路高清无码裸奔到指定岗，而且还要在这里挂个牌子，写着我爱电击学。你慢慢抽。临时通知，考试毕竟不能带试纸。俗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继承了电气学院的优良传统，找工作的时候自然是马到成功。你哪里？哪个学校呢？啊，我是浙大的。看你长得这么帅，肯定是电气学院的吧？哦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靠，这是你们电气学院的优良传统，是个男的就他妈帅，只要是浙大电气的，我们的老板娘肯定要啊。那就最好了。按照公司的惯例呢，新员工要被派往埃塞俄比亚去培训，但是看你白白净净的就不用去了，那就只有基本工资了，每个月就10万了。最近经济不景气，股票老他妈跌，你别嫌少啊。啊，还好还好。时光飞逝，转眼就要毕业了。在拿起学士帽的那一刻，我们感慨良多。在戴上学士帽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曾经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放在求是园，我没有太在意，等我将要毕业的时候才留恋不已。人世间最伤感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对所有的人说我爱电气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强度，我希望是10万伏。出精品，哦！今天时间不够，只能放到这里了。再见。